哥哥，准备过来。哇，年轻，你看不出来过来？我看不出来。对，我感觉你是30岁一辈过来。等一下，他错了，盛敏哥过来啊，盛敏哥。他这老南京，我们不用鱼。为什么你们不选我？你看，我非常喜欢你。始源别难过，是团员故意在逗你，大家都很需要你。